听说你在演这角色的时候，要学着怎么当一个假台北人。其实心里会觉得说，哦，原来台北人都是长这样，然后闻起来都香香的。啊，是吗？可能胖胖哥都有咖。我可能走错了地方。不会腻。胖胖哥都有咖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有开班是吗？那时候还在教飞轮海。哦，你们那时候四个人经常有一个不来上课。啊，是谁呢？我们来看VCR。没有。谁？